来看一下这题哦，他告诉我晒80度等于 K， 求 tangent 1900度怎么算？来告诉我哈，所以说这里怎么算？麻烦你想1900度，尽量化成跟谁有关？80度有关。首先看一下1900度太大太小，太大，太大先把钱扣下来，1360，2720，3180，4140，5100，扣掉5800度，剩下乘以几度？100度。再把钱啊，花率小，花率小的时候，这时候注意听，基本上100度怎么画法？第一种开法，它可以写成180减7 80。第二种改法，它可以写90度加10度，但是这时候为了配合题目的80度，所以说我把它写成180减80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180怎么拍？整数拍，乘起来是乘几度？80度。回答我，100度第一象限，第二象限乘起什么号？负号是出来了。所以说麻烦你把负的乘起80度算出来。那问题来了，题目已经提示我晒80度是几 K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题目已经提示我晒80度是几 K。 什么叫 K？ 在三角函数当中，我一般来讲我们都喜欢用什么？用分数来表示。什么叫 K？ K 等一分之 K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画一个80度的直角三角形，这样行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齁，马上晒一分之 K 是出来了，毕氏定理，平方减平方，开根号，所以根号一减掉 K 平方。题目说谁？题目要求谁？求 tangent， 所以说从西边开始，平平的 sin， 直直的 cos， cos 是谁？ tangent， 所以 tangent 可以怎么写？根号一减 K 平方分之几？ K 答案出来。 OK， 麻烦把这边看一下。